篇第七十六篇，在犹大，神为人所认识；在以色列，他的名为大；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。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荣美。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了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、骑马的都沉睡了，唯独你是可畏的。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。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你们许愿，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。在那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。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，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。